常常就是要做复健，就是这边好像血液不循环，然后就是这边肩胛颈的部分就很紧，这边颈部就很紧了，就是你抓的时候它很不舒服。大家尽量问他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工作是家电维修。家电维修、就是扛冷气啊，什么冰箱都要拿，电视啊要拿，所以说他那个湿地点的部分，可能就你就会常常去搬东西啊。那不小心可能姿势啊各方面习惯性的一些动作啊。啊，这个工作做很久了？做了16年了。哇，你看不出来有年纪这么大。差不多了。我们把详细的位置再跟大家讲一下。肩。这个位置，就我现在摸到这个位置。然后我哥哥刚刚给我按了一下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点这样子，就很想昏昏入睡。他按这个之后，我发觉感觉就比较好，因为好像有血液有稍微通上去的时候，这个位置。现在摸到左右肩膀，就会发觉这边摸它就会痛，这边摸 OK，就是有一边是不正常。左边就是会痛哦。好，把你的衣服拉上来。衣服拉上来。对，上衣拉上来就好。对，上衣拉到身上上来。然后呢？不用不用，里面你只要露出肚子来就好了。露出肚子。拉起来。好，那手。那我们很多，没关系，你把它穿好。已经穿好。是这种穿好，是掉下一点的那种穿。OK， 那他。不好意思，左右我又忘了，你是哪里？左边的后面肩膀，左肩胛，左肩胛上侧，就像他的左侧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你看一下，你就站正，他的左边，你们看一下他的左边肩膀，是正常的，比较齐，他的右边，他的左边啊，脚双脚并拢，对，过来都不去，然后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？左边比较，看出来吗？过来过来过来过去，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里？那个去给那个推拿师推，他说：“这边好像又有问题了。”他推一推，我大概可以撑半个，大概10天左右了，就要去一次了。你这个地方高，你这个地方站高，照理讲我们身体你倒往哪边？就是往右边。如果比你高，我们应该要这样走才对嘛，正常情形。可是我们的中枢神经会告诉我们要平衡回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回来，而且他就脊椎就往这样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最后这个地方是高的，那你这样回来。你还是一样正常在走路，可实际上它是这里高，而且你这样子回来以后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，自己的肌肉其实是缩短的。那缩短的情形下，当你要做任何动作的时候，你要比人家多付出。我昨天才讲了，对，我们昨天好像平常我50磅就能做的事情，你要100磅，对，所以你很容易越时间越久，你就长期的劳损。这样知道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注意，你要靠运动可以把这个放下来，我们也可以靠。小白帮他把这根骨头转出去，你只要拿着小白转他的左脚，转他的左脚，转进来，转出去，对，讲错，他这个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转进来，这样会吗？那你也可以来站正，把这只脚，没有 O 型脚，向后，好，向后，后退一步，内八，后退一步，内八，帅哥后退一步，左脚后退一步，左脚内八。左脚后内八，这样叫外八。脚尖向内，把你的左脚转进来。前后踏步来，身体摆正。把你的左脚转进来，对，你可以常常做这样，把你的骨盆回到正位。你有点做错了，身体摆正，身体再教他们就好。那你们也注意到这个，就如果说你很明显知道你自己的骨盆是高，你镜子前面看是，而且你又西行。这样放，你一定要让你的骨盆回到正位来。可是通常你骨盆回到正位来时，但是你的肌肉已经16年了，所以你自己哈、回到正位来了以后，那你自己也要做一些延展的动作，让你的肌肉再拉长，懂不懂？你要做完这个动作还要再，你就说你除了调骨盆，你还要调肌肉，这样子你复原的速度就会比较快。OK， 你刚才上来时活动时会痛是吗？这边 OK， 然后你现在只要做后退调卡的动作，就我刚才的动作。对，刚才你只要踏20步，前脚要抬起来，膝盖要抬起来，前脚，你一样踏步，右脚要抬，右脚
你右脚要抬，对，你跟老师一样，左右不分的。你要这样子，你要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原地踏步，踩，对，踩，踩。对，再来。左脚内八，左脚要内八，踩下去要内八，踩下去是内八，内八。对，来踩起来。他要给他调回去。对，再来，再继续。左脚踩，对，右脚正，左脚踩下去是内八。要练习。对，身体摆正，身体摆正，来，头看正前方，好，来再踩一次。后退，左脚后退，对，一前一后，然后重心要移动，身体前后，对，很好。左脚在内八不够，左脚的内八再多，左脚踩下去内八，踩下去是内八。一，哎，对，一，二，就是一前一后，对，二，身体放轻松，左脚会出汗。对，会出汗。左脚是内八，左脚是内八，左脚内八，往前走，自己一直在原位。左脚内八，老师，我平常不太会出汗，搞今天练到会出汗。那我把你的手，把手再举一举，左手，好看一下。他另外有一躺着，这样子可以测，你就知道还是。好，那等一下有点类似舒展。你现在的左手的酸痛自己对哪边？老师对你，现在不见得是跟先前做比较。多少？差多少？所以有好五分哦。行之自救法。道理。长管脚也可以用这个吗？是啊。你们当我研究这些东西是研究什么？我研究一门学问。当你们都还在 happy 的时候，我三更半夜是一张一张的 X 光片一路一直看。是。对。而且这些相片照的位置，你看还在跑。这些相片照的位置居然只是同一个区块而已。这么安逸。对。这些都是我们的病人。哇，我还看到我自己。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光是一个，因为我们结构疗法里头有荐椎，调整荐椎，我光是研究这个荐椎就有这么多，这些全是荐椎，正面、侧面。就我们研究一样东西，不是就说哦，我学哦，我就开始来教，就因为我的口才又不好，我那话，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基础稳，全把稳。对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，哎，老师，为什么你让你是不是看佛，你是不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没有。那是因为我们下的功夫比你们多，你可以发现每一张图就是这样子，每一张图不管点出来的是谁，我研究一个区块，我要比照它这种区块哪一个地方骨折会有哪一种疾病出现，你这一辈子很可能就受限于那个位置，全部都是啊，光是就是一个骨头，你看我不管点成，他们都跑还来不及跑，所以，请你们，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，你看到这一大串。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那个，你能够像我这个样子就 OK 了。所以你们老师不是来这蹭饭吃的。我们先抓来，说太阳小肠经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从哪里来医？用逆势，所以我们要用足少阴肾经。所以我们应该是做肾经。我们刚才是手，它是手的问题，所以逆势下来用足少阴肾经。所以左边的肾经。对。左边的肾经，左脚哈，叫左脚肾经，它是手太阳小肠经的问题，我们用逆制的，所以用足少阴肾经。对，左脚，它是左手出问题，因为它有劳损，所以我们用足少阴肾经，用逆制过旺，我们用逆制，所以是足少阴肾经，太阳对少阴。左边，有没有做左边的肾经？找到左边肾经了吗？找到了。好，现在大家请做左边的肾经。来，同学讲话。同学讲话。肾经哦，左边的。同学，你讲话有一个特别的腔调，哎。客家人。那我也数数字好了啦，啊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来自湖口。新竹县湖口，那我今天是，昨天是跟我哥哥约好说要来台北，然后我哥哥叫我来这边上课，然后，平常骗你的他，我不知道上什么课，但是他很早就跟我预约了，对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然后，肾经的脚踝跟着转哦，好，然后因为我跟我哥哥都是学这个理工的，所以我们刚开始，我哥哥当然他比较愿意接受这些新的东西，然后我刚开始也是一知半解，然后。听了老师上课之后，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多拼拼，多学学，然后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必须用虔诚的心，然后去向他人学习。你听得就很窝心哦。然后自己做了十几年的那个家电，然后其实累积工作经验，其实也带了一些伤啊。其实
鱼与熊掌其实有些时候很难兼得。就像我哥哥他在台北，坐办公桌，其实他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说，哎，肩颈啊，哈，也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。所以上这个课程可以，可以。像我哥哥他也会去看医生，事实有些都是职业病。你讲自己讲。都讲。我也会有职业病、啊，像我们台这种冰箱，我们虽然也会用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去做，但是毕竟还是属于苦差事啊。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电视，你就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还是要靠人力去看，冰箱也是，啊，每样东西基本上除了动脑之外，其实手背各方面的力量都要使用到，其实是，怎么讲？这种属于技术性的劳动服务吧。其实办公室也有这种问题啊，办公室就是坐久了吧，啊，就是会有这种用电脑啊。然后眼睛的问题啊，各方面都有。现在自己做吗？还是办公室？我现在是自己做，然后就是带一个小助手这样子，然后是小小的一间庙，然后也是跟老师一样，老师是医人啊，我是医家电的东西，就是疑难杂症。我们也在探讨一些问题的这个症结点在哪里，我们也希望能够一针见血。只是说有些东西其实，当然啦，家电的东西变化速度太快，其实我们学的东西只是一个基本理论的东西，然后是用基本理论去推所有的一些。其实维修的东西不外乎就是经验，好，老师赶快再加他上去，来，赶快来报名，快点，这样 OK 哈，清楚你的状况，对，我清楚，嘿，调你的骨盆一定要回到正位，这样你才不会反复发作，对，那你那真的是劳损，是劳损的，对，是真的劳，所以现在他们治疗你的方式是用劳损的方式在治疗。那刚才多久打针？现在我看他是不是觉得酸痛，那也要把它鉴定成是劳损，它是劳损，因为其实我们按压穴道是会酸痛。我们按压下去，本来就会，可是他那点特别会，我觉得我判断上面，所以那种判断就是我们压它，你只要那个地方有筋结就会。那为什么它那个地方会有筋结？就是它每次在出力的时候你要注意哦。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哪里要出力？你会觉得我是手，但是当你在扛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有人很出力的时候脖子会冒青筋，对。那它的这个位置刚好就是，而且这个点你有没有摸到它这一块？它这一块都已经是筋结了。都筋结了，然后我们这一块跟上面这里刚好就是提肩夹肌，所以它会常常因为这个地方缩紧，会造成它血液上行出了状况，而且如果你这里没有处理，它还会容易出现头痛的问题。因为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的提肩夹肌，所以提肩夹肌，如果你们有解剖学的书有没有，你们就可以把提肩夹肌找出来，专门共振提肩夹肌那一块。那这样，看这个地方都已经，刚才哥哥给他揉很久，我们揉不要做圆圈圈，有要画。要用画的方式，画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以他的情形，你们可以就是用圣经来做，哦，还对，用上一圣经。而且我们的圣经哈，它还有一些好处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个，只要就是经络有经过内脏的，就是那条线有经过你身上位置的黄线，它都是可以治疗你经过位置那个区块刚好经过脏器的疾病。那我们也知道肾脏属于泌尿系统，肾脏它可以消身上的一些水肿，而且有一些人的身体，有一些人的身体是很容易就是那个水肿的，那你都可以常跑肾经，好，因为那个都是过旺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在你的泌尿系统，然后你再看肾经走上来，它会走到我们的喉咙，而且肾经接喉咙，它在这个地方接胃经的人迎直接上来，所以你的肾状况不好时，你的胃也别想太好，因为它是接胃经哦，然后接我们的任脉，那接任脉的话，你这里就要出状况了。你就懂吗？你的经络只要经络那个脏腑数络你要很清楚，你在点软体的时候，你在操作时你就会比较清楚我应该怎么样搭配。好，OK， 请赞。